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跟我念三皈依：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晨。 皈依佛陀，两祖尊尊；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注众尊尊。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晨，皈依佛陀，两祖尊尊。 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，二十里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。 皈依神协，注重中尊，请看《大清国著》第四百七十三页，啊，四百七十三页，倒数第四行，从第三句看起。 华严、孔目、张三，忤逆为害父、害母、害阿罗汉，破身处佛身血。初二就是害父母，被恩养父母。 对自己有大恩，生我、养我、教我，啊，所以违背这叫忘恩负义，这罪大恶极。后面三桩事情呢，坏福田、三宝。 是一切众生的无上福田。你要是把它毁灭掉了，那么众生呢，没有地方种福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 贫贱、无知会造成社会动乱，那么受害的人无量无数啊，这个责任谁担当？啊，谁？ 干这五种事情的人，只要做里头的一种，就是无间地狱。啊，这里说的无力。后面念老啊，提出了至于。治愈 常言之无力则为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触佛身血、破和合,合神以上三者意思相同。啊，凡此逆者，生命怀中，必堕无间地狱，以大劫种。 受无量苦啊！这个地方讲的不是一中劫，而是一大节。啊！一大节这个时间呢，比前面所说的再加三倍。一大节是四个中劫，如果算小节来讲呢？ 八十个小鸡，这就太可怜了。为什么要造这么重的业？忤逆<腻>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。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说说。 因为这桩事情太重要了，我们要多听，要多读，提高警觉，决定不做这五种事情。啊，这五种事情反过来是五大善，那叫孝顺父。 啊，尊重阿罗汉，阿罗汉在哪里你也找不到。啊，但是与阿罗汉同等的这种业，就是老四。阿罗汉在世间，他的使命是教化众生。 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啊，他叫小陈。等于说教导佛的初级班。啊，佛的初级班是阿含。释迦牟尼佛当年讲了十二年，啊，这十二年。 留下来的经典很丰富，在佛经翻译几乎很完整的翻成中文了，在中文称为《四阿含经》啊，中文本地《四阿含》，跟现在南传巴利文经呢做个对照。 大概他们比我们多五十几部，啊，诸位要晓得，总共将近三千部，只多五十几部啊，算是翻得非常完整。啊，这个事情我并没有去统计，张家大叔告诉我的。 啊，他跟我介绍、啊、大小城的时候说过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看到了，在斯里兰卡看到的。去年十一月有这个缘分，访问斯里兰卡。 没有想到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国家——佛教国家。全世界佛教的国家了，有说的，没有行的。斯里兰卡这个国家，小城呢，完全落实了。啊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家。 多落实，小陈真可爱呀、啊！他做到了啊！这个国家的人口不多，两千多万人啊，佛教徒占百分之七十八啊，还有少数的印度教。 啊，天主教、伊斯兰教、啊基督教少数啊，每一个星期天，全国在校的学生，星期天都要到附近寺院接受。 佛教教育啊，小陈这些法师很可爱，个个都能言善道啊。我们做了一个突击检查，事先没有通知啊。附近找个寺庙，我们就进去参观，没有告诉他。 看到那一天，大概有三千多学生。啊，这个庙也不小，学生坐在走廊上，坐在大殿上，坐在这个这个院子的地上，整整齐齐。啊，我们许多人参观，围在这旁边，他们学生没有交头接耳。 没有说是也看看我们没有，非常专注在听讲，啊，很认真的在学习，啊，我们才一问才知道，星期天全国寺院都开放，啊，出家人都出来教学生，啊。 没有这什么喇叭扩音器，没有这个东西，啊，所以大课好像一个班一个班样子，一个班几十个人，我看不到一百人，啊，一个老师教，老师站着，学生都坐地下，啊，小陈大赤脚，啊，通通都赤脚，没穿鞋子的。 啊，观光旅游进寺庙一定要脱鞋子，啊，脱鞋子，甚至叫你脱袜子，很有秩序，我们看了非常感动，啊，真没想到。 啊，让我们看到了，他做到了，啊，信解行正，真没有看到啊，信解行看到了，啊，一般我们所看到，我这一生看到佛教只有信解，没有看到行的，啊，这个国家做到了行，啊，我到这个地方来没几天。 总统，啊，派他们的过失这过失跟我也是老朋友，啊，送的邀请函送到这个地方来，第二天就回斯里兰卡，特地送来的，啊，请我去讲经，约定在五月底六月，啊，也是去讲一个月。 啊，讲什么经呢？我就是讲这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分一百个小时到斯里兰卡，啊，这次到此地也是分一百个小时，这一百个小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啊，我们知道全经最重要的一品就是第六品，四十八元 西游南风啊！啊，这个都包括在十八愿，十八愿末后这两句：“无你十五，回报大臣，极乐世界收不收呢？” 现在这一大段经文都是来讨论这个问题，啊，无你要讲清楚。那么，这是从《佛学大辞典》记录的“罪恶积孽于理”。 跟常理完全相违背，是为感无间地狱苦果的恶因，也就是我因，谓之无间业啊，造无间地狱的罪业，是有三尘通向之无力，大乘。 别图之无力，同类之无力，提婆之无力，这就说了四种的，我们都应该知道的。啊，第一个，三乘同向的无力。啊，三乘是声闻。 圆觉菩萨，啊，这叫三尘。啊，底下这一段，三尘通向五里，通于三尘所立立之五里。又曰小尘五里。 常言之，五逆是也。第一个杀父，第二个杀母，第三个杀罗汉，第四个有佛神出血，第五个破和合僧。这整个排列有最至轻重次第排列的。 啊！破和合身体这一条特别提出了解释，多数声众和活而行法事。啊，这是修佛道以手段建立之，使之斗乱，使之非法死，无逆之中啊，此罪最重。 比沙罗汉，比出佛身学还要重。啊，依照轻重顺序来说，这是最重的，也是我们中国人呢佛门里头常常提到的，啊，有经论做根据的。 好，火神，修六合经呐。我们三皈依里头皈依神贤，注重中尊呐。中是团体。 啊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办事，这就叫僧众，叫众。啊，所以僧众不止出家人，在大城里头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行，就叫做僧伽。啊，合和众。啊，四个人在一起必须遵守六合经。 啊，如果不遵守六合经，虽是重，不能叫生阶。啊，生阶这个“生不是出家人的意思。啊，依照佛的经教修行，在家出家通的。 啊，都叫生都叫生气那么，在中国习惯了对出家人的称呼，在家人不称。其实，在家人包括在里头。啊，他们这四个人在一起修法了，你把这个团体破坏了，让他不能修行。 这叫破和合身，破和合身是无力里头最重的，彼度阿比地狱，佛不能救你。那那有没有这个破和合身？好像挺多啊。 我记得早年我在台北讲经，有个老居士，赵默林老居士，现在不在了。啊，他是我们前一辈，啊，大概大我二十多岁，啊，父亲一辈的，啊，也是印光大师的皈依弟子。 啊，跟李老师他们同辈分的，我在台北讲经，他是每一回都到，啊，来做影响中。护持佛法，啊，我们对他非常尊重。 有一天，他请我吃饭，在台北火车站的功德林，我去了，就发现客人就是我一个。啊，我们两个人在吃饭。他问我，他说军公阿斯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神通。 他说：“我有一桩事情啊，要向你请教。”我什么事？”请教不敢当。他就提出破坏和僧，无逆罪也，其他的四种不容易犯。这破坏和僧呢，这问题严重啊，好像到处都是啊。哦，我听听了听了这个话，我说：“老人家，这个放心吧。” 咱们好好吃饭。啊。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活活神。你什么时候看到活活神？我这一问呢，他就愣住了，他就想想，最后就笑起来了。两个出家人住在一起都吵架了，他不是活活神呐、啊。 啊！我说我学佛这么多年，我都没遇到过佛活佛僧，也没听说过啊，哪来的活佛僧呢？啊！不必别人呢，去斗乱他，他自己在斗乱了、啊。无论是出家人团体、在家人团体，内部斗争。 好像从来不能够避免啊！那么要讲破坏和生，是他们自己已经做破破坏了，不是外人了啊！这他终于明白了。我说，真有这样一个僧团，我赞叹。 啊，修的很好的，哎，赞叹几句之后啊，哎，他就傲慢生气起来了，里面就出事情了。啊，真的，我学佛六十多年，没有看到活活神，也没有听见过活活神。啊，也许有。 我没见过真正和睦在一起修行的人，他们姿势一定很低，一定很谦虚，不会搞明文利养，因为明文利养就有真啊，就不会和和，啊，所以他一定是很低调。 一定很少人知道，啊，这样的团体的人一定不会多，真修行。啊，像西方确知所说的“觉明妙心菩萨”，他们这个团体只有十二个人，真修。啊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十二个都成功了，都往生。 这叫就近圆满书生的身团，个个成功了、啊。啊，古时候有啊，也很少。啊，我们非常希望有活活身段出现。 一个这种僧团出现，这一个地区的人没有灾难，啊，这是真正如法的道场。祝佛护念，龙天善神守护，啊，真有这四个人和睦相处。 互相相让，绝没有相争的。啊，那个功德大了，不但这僧团自己成就啊，这一个地方托福啊，没有灾难的。啊，那个修的功力要大的话，甚至一个国家都不遭难。 你说他多大功德啊？所以他功德大，你破坏他的时候，罪过就大啊！一切物业里头，第一大的物业就是破坏圣团啊！所以我就告诉这个赵拉居士，我说放心，没有人破坏他。 他自己后坏，啊！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把戒律丢掉了。活活生存的基础是持戒，他戒律没有了，没有一个人守守戒持戒，他怎么可能活？啊！ 合合伙的条件就是前面两条，见火同结，借火同休。啊，第一个，之间不一样。个人有个人的看法，个人有个人的想法，这就这就没法子了，啊，再不守规矩，不吃戒律。 所以找不到活活生团了啊！那么我们想破活活生团的话，没有活活生团我在美国十五年，美国的法师在美国大概都是一个人一个道场。 啊，一个法师。啊，帮助他的都是信徒，来做义工照顾他。我只看到寿爷老和尚，他的道场五个人住五个人，老和尚一个，还有四个女众比丘尼。啊，美国道场住人这么多的，我只看到一家在纽约。 啊，我跟寿业老和尚有缘。一九七七年，我在香港讲经，后面两个月就是在他的道场，他香港有个道场，光明讲堂。我在那住两个月。啊，所以到纽约去看他，他接待我。一生专攻花艺。 啊，他非常难得，他自学写《华严经》啊，全部的《华严经》，写了写出来，好像送给美国一个大学图书馆就收藏。啊，字写的非常工整，啊，大概都是寸楷，字很大。 啊，老和尚年岁很高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大概七十多岁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五十几岁，所以他至少大我二十岁。啊，这是跟诸位说清楚、说明白，那我们自己心里就有数了。 我们自己道场的注重要选什么？选活合僧，真正志同道合，欢喜在一起就行。志不同道不合，还是个人自己去住小茅棚好。啊，这个事情难呐、啊，真难呐、啊！ 早年我们非常敬佩的西城法师，香港还是老朋友，啊，大我几岁，不多，啊，大我三十岁了，啊，我是非常，因为他在香港有影响力。 希望他能够建立一个无比丘的小僧团，大家来修六合经。啊，我们谈这些事情，他也欢喜，满口答应。啊，我回到台湾之后就没消息了。 啊，他有个金室，两个人住，是老朋友金山法师，他们年龄相同，同乡。啊，听说两个人常常吵架。啊，现在都不在了。啊，早年我在香港讲经，听众法师很多。啊，现在几乎。 三分之二都不在了啊！我们向往，真正希望有一个活活生态出现，念佛的人比较容易。 如果身心放下，一心求生极乐世界，啊，心里头把妄念放下，杂念放下，啊，欲望放下，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一个杂念都没有。 有几个人，大家都是这样子，这个活活身团就出现了。啊，不分在家出家，四众可以住在一起。啊，一心专求西方净土，除这一念之外，其他的没有，他真的会变成一个活活身团。 如果还有为自己的念头，这就不行了。啊，几个人能够把自己放下？ 啊，这是我们几十年来所向往的，不容易实现。啊，这是我们把活活这个僧团的真相给诸位说出来。 啊，这就知道降破和合僧团找不到了啊，所以知道这是集中之罪。那么，借助下面说的大臣别图忤逆啊，这是大杀者逆。 前子所说经》第四卷有五种罪，名为根本。啊，何等为五？这哪五种？第一个，破坏他死，焚烧经像，获取佛、物、法生物，就是三宝物，这就是道界。啊，道三宝物。 若教人做，见作随喜，是名第一根本重罪。啊，你没有道，你叫别人去道。啊，别人道三宝无，你知道了你欢喜。这都是这种罪。啊，若这下面第二个。 若谤声闻，辟支佛法即大乘法，回此就是诋毁、流难、隐蔽、复藏，是名第二种根本重罪。啊，这就是大小乘法回谤。 啊！诋毁牛难，人家休学，你做障碍。啊！隐蔽佛藏，是把这些经典发布法本收藏起来，不给别人看。啊，甚至于把它毁掉。 啊，想要修学的人找不到精确。啊，这是第二个重点。第三，若有沙门信心出家，剃除须发，身着染衣，或有持戒，或不持戒。 戏比牢狱，枷锁打剥，啊，这就是对出家人。这出家人有信心，有持戒的，有不持戒的。啊，你把他系，是用绳索把他捆绑起来，把他关在监牢狱。 加上枷锁打他，或是捆用绳子捆绑,绑他，啊，策欲驱使，或者叫他去做劳役，啊，做苦工，啊，则主法条，或脱袈裟，逼令还俗，或断其命，是为第三根本中结。 于无逆中啊，若作一业，视为第四根本中罪。那就通常前面讲的无逆，无逆里头随作一种，是这个里面第四个根本重罪。啊，幕后这一条，报无一切善恶业报。 啊，长业长行十不善业，不为后世。这是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不相信的，作善得福。啊，造恶得我的报，不相信。啊，世界没有善。 啊，只有强权，没有公理。他相信这些。啊，以势力服人。啊，不服的就虐待他，甚至杀害他。 啊，他不知道有后事。自作自己干，还教别人，建筑不是，这是第五根本重罪。啊，小城人的无力，与此中第四业你想到。 小陈讲的这个忤逆呢，就是这五种里的第四种。下面有同类的忤逆。啊，范母，这个范是侵犯。 这是讲邪淫罪，啊，犯母与无学之比丘尼是杀母罪之同类，跟杀母亲的罪相同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是多无间地狱的。第二，杀人杀如殿中之菩萨。 是杀负罪之同类啊！这个修行人的入定，你把他杀了啊！第三呢，杀有学的身者，有学就还没正果的啊！正果是圣人，没有正果的这些学人。 你杀他，等于杀阿罗汉，啊，是杀阿罗汉的同类。啊，阿罗汉无学之圣者。第四，多身重成和合之源。 啊，这里有四个人在一起修行，他把他赶走，破坏他的和合啊，不识和合之事，成就，这是破身罪的同类。 啊，跟破活活生的罪是一样的。啊，第五破佛之苏土波，苏土波是梵语，中国人称为塔，啊，舍利塔。啊，这个里面是供养佛舍利的。 你把这个舍利塔毁了，是出佛身学之同类，等于破佛身学。俱舍论十八月，同类者何？宋学。五母比丘尼，刹住定菩萨，皆有血生者。 夺生和祸源，破坏。苏婆苏婆多是无间同类。啊，造这些罪业的时候，通通都是无间地狱。啊，不知道这些事情的人，他敢干呢？知道的事情。 凝舍生命，我们也不敢干。啊，他叫我就干，我不干，他把我杀掉了，他杀我，我不堕地狱。我要听他的话干了，将来一定多无间地狱。啊，在这个时候，我选择什么？我当然选择不要生命。啊，如果知道念佛，我造这个难的时候，佛会来带我到极乐世界。 啊！我要爱惜这个生命，我要听不善人的话，去干这些事情，多无间地狱啊。啊！他叫我干的时候，他将来也多无间地狱。啊！他受的罪比我还重。啊！宁视生命呢，也不能干这个忤逆罪呀、啊。 啊，幕后是提婆武利、提婆达多，《法华文具第八卷有这么一段文：右拐五百比丘。 二破和合身，这是提婆达多干的啊！这是他第一个无理罪的。第二个，治大石而自身自佛身出血。 他知他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出去徒步，那个路上啊有一个地方是石,石壁，佛在那个下面走过。啊，提婆达多在这个山石石是一个石头山，顶上放一个大石头。 推下去，想把释迦牟尼佛砸死。啊，佛的佛报大，有护法神保护。啊，这就是韦陀菩萨用金刚杵把它接住，这个石头就碎了，碎片砸破佛的脚背。 让佛的脚背流血，叫触佛身血，这是忤逆第二个，提婆大多的五种罪孽。第三，教阿蛇尸王放罪象，食之见佛，啊，这也是教教 阿蛇是王，啊、把这个大象，大象让他喝酒喝醉了，他就发疯了，啊，到处践踏，释迦牟尼佛来了，把这个象放出来，啊，让这个象去杀释迦牟尼佛。 啊，佛有神通，佛有护法神，啊，没有被他伤害，啊，这第三种。第四，以拳杀华色比丘尼，啊，这是他动手打人，把华色比丘尼打死了，啊，这第四个，第五个，智。 毒与手指是招于有礼佛做事而上佛。啊，他把毒放在指甲上。啊，礼佛足的时候，啊，想把这个指甲把佛的脚的手掐破，毒伸进去。这提婆达多干的事情。 啊，第五种伤害佛的这个罪孽。那么，是非五种过别之无力。乃众同类呀而成无数啊。该佛自身出血，于教阿舍王及制度于赵中，为同一孽罪。 啊，配置于别种呢，只五逆，则单位三逆罪也。啊，因为这个是杀佛是同一桩事情，都是恶意加佛。这设有三桩事，三桩事情其实也是一桩事，都是想置释迦牟尼佛于死地。啊，只有五个把它归纳呢，那就三个破和合 我亦出佛身血，杀阿罗汉。啊，这个全啊全杀化色比丘尼，这就等于杀罗汉。童子闻语，若作三里。 骄王土啊，骄王土者，病害佛身，啊，这就是用归纳开后不同，啊，展开个别来说是无状事情，里头有同类的，啊，有三种目的都是要害佛，啊，可以把它归纳归纳成一类。 提婆达多的忤逆罪，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忤逆轻重。嗯《大臣一章》里头说的：杀父最轻，杀母次重，啊，杀母比杀父重，杀阿罗汉比杀母重。 啊，阿罗汉是教师，他教化这一方，这一方人的慧命得自于阿罗汉。你把阿罗汉杀掉了，这一方的人善知识没有了。 啊，不懂得断我修善，这个因果责任很大了。啊，这个罪业是无间业，所以决定不能做。中国古时候，在社会上，教书人。 物质生活是最艰难的，因为他收入微薄，啊，一般人称为说穷秀才。啊，虽然是个穷秀才，他诚心诚意来教好下一代，功德无量啊！为什么呢？ 他一生修法布施啊，来生得智慧。啊,啊，法布施里头有财布施，什么财呢？身体、啊、内财布施。他用身体去去教啊，要用时间去教啊，要用精力去教啊，这叫内财布施。 啊，内财比外财果报更大啊，所以他来生呢有财富，有智慧啊。所以虽然穷困，还是有许多人喜欢做，是吧？他知道来世应苦啊，这前世没有修，这一世命里头没有。 该受苦，啊！但是认真肯做，啊！如果学了佛了，懂得佛法了，啊，像袁了凡改造了命运，啊，于金义，于金义是个教书的，教私塾的，啊，他遇到灶神，灶神给他一番开示，他认真忏悔。 改过自新，晚年福报就来了。啊，晚年福报是花报，来生是果报，所以他的来生比晚年更好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改善自己的命运。 都靠自己，不靠别人呐、啊。这些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五种无力轻重，最重的是破和合故。 陈世云，陈世论，破身最重啊！何故如是呢？为什么呢？立三宝故啊，三在这个世界，代表三宝啊。 他自己修行怎么样啊？我们可以不去理会，那是他的事情啊。啊，他的形象能警惕众生，启发众生，恭敬三宝，恭敬三宝得福报。 啊，他是个破戒神，我要把他当真神看待。我的福报，他破戒是他的事情，我修我的功德。啊，我以诚敬心对待他，看他像看佛一样。我的福，他不是佛，他是破戒神，造我的神，我还是得福。 因为我看他是佛啊，与他好好好不好善不善没关系，对我没关系。看我用什么样的心态对他，我得的是什么？啊，他是个真正修行人，我不善的才都对他，我有罪。 他不是一个好修行人，我不善的对待他，我也有罪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善对他，引起别人也不善对他，啊，甚至引起别人对三宝的看法就不一样了。这个责任谁负？啊，这个账很细、啊、很精密、啊。 啊，贤手国师在《还严经》上讲的四德，第二个是唯一有责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要给大众做最好的榜样，这就对了，这就真正在积功累德了。啊，断我修善，积功累德。 啊，如何令一些大众恭敬三宝、信仰三宝，这功德大啊！绝不能叫人因火而轻视三宝、疏远三宝、回谤三宝，这个最集中了啊！所以古人有一句谚语。 说：“僧道啊，这个地狱门前僧道多。”这句话说的，我们仔细去想想，不无道理啊。啊，僧道都是出家修行人。如果我们的行为不检点，让别人批评毁谤。 那是他批评什么？他批评三宝，他批评我个人无所谓。连累的是整个佛法、整个宗教都受连累。啊，这个账是怎么算法的？借罪从这个地方借的，所以你的罪就很重。啊，要不然自己做一下，怎么会堕无间地狱？有那么重的罪？ 啊，论你的影响，你影响多少人对佛教产生误会？啊，对佛教失去信心，这个罪可就重了。啊，那么像经上讲的，无间地狱。 寿命多长？一个大劫，一个大劫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啊，八十个小节，你才能够离开无间地狱。啊，想早一点脱离。 你有什么功德？啊，唐太宗如果不是这一部群书之要的功德，能救全世界的功德，啊，他要等一个大劫才能出来，没那么简单的。 啊，我们对于他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不会关心这个事情。啊，引群书之要不是为他。啊，我们觉得这部书非常好，非常有价值。啊，在中国失传了一千年。啊，到哪里去了？ 唐朝亡国之后，这个书到日本去了。对，日本人在中国留学的学生带回去了。啊，那个时候的书完全是手写的，印刷书宋朝时候才发明，所以他们带到日本，通通是手写的本子。手写的本子不多，容易失传了。 那、啊、所以，这个书的时候，日本有，中国没有。我们看中国的《二十五史》，唐书、宋史、元明清，通通没有提到，名字都没有提到。啊，感觉到奇怪，书到哪里去了？啊，乾隆皇帝。 做了六十年皇帝，他的祖父康熙在位六十一年，他不愿意超过祖父。啊，小时候祖父疼爱他，念念不忘祖父的恩德，所以他到六十六十年，他就把王位传给儿子。 自己做太上皇啊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嘉庆他的儿子继承王位。日本的天皇对中国皇帝进贡，就是送了礼物啊，来到货，礼物里头有一套这个书。 中国人才知道，啊，才知道有这么一点一部东西。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对这个书不重视，为什么？康乾盛世不亚于贞观，所以看这个东西没什么作用，他们都做到了。 啊，不重视。到满清亡国，这本书被人发现了，啊，交给商务印书馆，商务印书馆印了两版，一版就是我们现在印的这个。 是日本的本，日本的版本，啊，没有改动，原文印下来的。另外一个本子是在《国学丛书》啊商务印书馆编的小册子，口袋书，啊，携带方便，啊，对年轻人很方便，价钱很便宜。 他收了这个本子，啊，那么这个本子重新排版、签字排版，啊，那么我们想到这两种本子印刷的数量大概都是一千套。 啊，不会很多。一百年前的事情啊，这一千套在中国这个大地，经过军阀割据、中日八年战争，啊，几乎啊都在战火当中毁掉了。 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我讲经提到这个非常感叹。啊，唐太宗这这个书太好了，啊，居然有听众替我留心，啊，在国内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到的。啊，这两种一种一套。 这两套寄给我了，我拿到手上如获至宝啊！六六的翻一翻，我没有细看，啊，赶紧交给世界数据，因为这个书没有版权了，啊，版权只是五十年，它超过五十年，啊，我就交给世界数据，我说你们赢。 啊！我要一万套。我这版权就送你原书送给你，你们保存。啊，等于说我给你买一万套，你自己可以多印一些，流通，你们书店去卖。啊，等着我给你买一万套。 啊，好像过了一两个月，我又收到一套书《群书之要》，这是我梦寐所需求的。啊，我在早年，在中国大陆找了几位教授教文史的，啊，从四库会要里头，就像全《群群书之要》同样的方法，在里头借取精华。 编一套书出来，啊，给现在人读，啊，做了一年多，编出来的本子不理想，啊，所以没有办法印出来。念念呢，都没有忘记这件事情，没有想到古人已经做了，国学之家一生有人。 这就是我想做的。九十年前做的，我看到这序文，他写序文的，就是全书完成了写序文。丁卯年，我是那一年出生的。啊，他们八年做成功，那就是在我没出世八年前，他们就开始干了。 啊，我出生那一年，他们圆满。又过了四年，才印成书流通。啊，在我想，印成书啊，应该也是一千套吧。啊，这将近九十年的时间，这书也没有了。收集这一套寄给我的。 是一套很破烂的书，还好字没有损坏，啊，书本有损坏，严重损坏，但是字没损坏，啊，我着急了，也赶快赶紧印一万套，啊，这是一把这部书是什么呢？这部书是《四库全书》的钥匙，啊，你想看《四库全书》，先读这部。 对于四库，就大概都了解了。然后你喜欢专攻哪一部门？你才可以查目录提要，找出这一部分专攻。啊，一定要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。啊，一门，你搞个十年、二十年，成就了，你成为这一门的专家学者。 不要搞多，不要搞杂，多了、杂了，你，你没有成绩拿出来。啊，如果有这种条件，啊，能够有十年、二十年，没有太大的障碍，你能够继续读书，专攻一种。 啊、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：“度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”那个自见是什么？开悟了。不要以为哦，佛经可以开悟，世间书都可以开悟。啊，你能够把圣经读一千遍也开悟。啊，古兰经读一千遍也可以开悟。 啊，什么原因？读一千步是叫你心定下来，目的在此地。啊，把你的杂念念掉，把你的妄想念掉。目的在此地，你真正妄想执着念掉了，念到没有妄想、没有执着了，就得定了。 并继续再去念啊，念个一两年，你就很可能豁然大悟。啊，不认识字的古大的很多啊，伊斯兰教创教的穆罕默德就是不认识字，跟中国慧能大师一样。 你看，他能够说出一部《古兰经》，别人记录，他说出来，他不认识字啊。所以贵在一门人人都有这个缘分呐、啊，就是你肯不肯干了，死心塌地搞一样，不要搞多啊，你就能明心见性。 你就能大彻大悟，搞多了，搞砸了就完了。啊，一生常识很丰富，啊，样样都懂得，样样都不通。啊，这是现在很多人犯的毛病。啊，像现在谈起戒律，我们晓得国情法是。 啊，国情发展很难得。啊，三十年前他参加李老师的研究班，那时候大学刚毕业。这个研究班只办了一届，八个学生，他是其中之一。啊，我在这个班里面教金刚经。 啊，这个班里头六个老师，六个老师，八个学生，啊，八个学生只有他一个成就，不容易呀、啊！我们很喜欢的、啊，八个人里头有一个成就啊，啊，这一个成就就是一生专攻一本。 决定不能搞多，搞多就是毁掉自己了。啊，一门就是成就自己，啊，而且是戒律，戒为无上菩提本。啊，你的经论讲的天花乱坠，著作等身，人家说你一句话，你没有学个戒律，就完了，就完了。 那朱一下的定弘跟我，我培养他，我把他送到国庆的那里去，跟国庆发誓，认真去学三年戒律。啊，将来你出来讲经说法，人家尊敬你，佩服你，你学过戒律。啊，否则话讲的再好，人家一说批评你，这人没学过戒律就完了。怎么办？ 啊，这是他的缘分呐、啊，不是我的缘分，他的缘分呐、啊。国庆跟我三十年没往来了，我们从离开了个班之后，以后再没见过面。没想到他以后出家了，我听说同学当中有一个出家，不知道是他啊，能有今天这样成就。 真正难得，佛法将来复兴要靠你们底下一代。啊，我们这一代干的是什么？干的是宣传。啊，因为今天的世人已对佛法已经产生严重误会，我们能把这个误会消除，把大家信心呢再恢复起来。 这是我们的使命呢。啊,啊，让我们在恢复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那个时间了，也没有那个精力了。啊，他今年八十七了，啊，顶多再干个十年吧，九十七，九十七不能干了。李老师九十七往成的。 啊，体力不行了。啊，所以我对于底下这一代就非常重视，啊，特别重视戒律，啊，这是张家大师，我跟他老人家三年。我学佛的时候是走哲学的路子，我从哲学里面进门的，不是从宗教，不是从信仰。 所以，对于戒律没有兴趣，啊，产生很严重的误会，认为戒律是生活规律。佛经上讲的那三千年前印度人的生活规律，我们学它干什么？时代不一样。 居住地方也不，我们居住在中国，他在印度啊，啊，他们的生生活三一一波可以啊，他住在热带啊，行啊，我们在温带的时候，必须得四季衣裳啊，啊，地点不适合，啊，佛法我们最尊敬的,的，就是它的它有灵活性，它不是个代办。 非常给你讲道理，啊，也就是我们发现到这个呃教学，它着重本土化、现代化，所以才受人欢迎。啊，他的经，经中确实没有意思，你用无量意去解它，但是这要有智慧，真正开悟才行。 拨开雾的时候不行，拨开雾是猜测，你全猜错了。啊，开悟了之后，佛知佛见了，深说浅说，长说短说，得大自在啊！啊，张家大师把戒律这个概念灌输给我。 用的方法非常善巧，他知道跟我讲，我不会接受，啊，接受也是阳奉阴违。老人知道的太清楚了，那、啊、怎么传授呢？我们是每个星期见一次面，啊，一两个小时，多半是两个小时，啊，我离开的时候，他会送我到门口。 在门口会给我说一句话：“戒律很重要。”就这一句。啊，每一次离开都跟我说这话，我总听了几十遍，像二叔啊，印象深刻。啊，他老人家走了，啊，给他单独做一个火化炉，他不是跟别人追求，单独给他做个火化炉。 安住和服主持这个仪式啊，我们大概有二十多个人，搭了两三个帐篷啊，在火化炉旁边住了七天七夜啊。我因为有工作，只能请三天假。 我在帐篷里住了三天三夜，啊，认真去回忆这三年大师教了我些什么？啊，这一提起，头一句就是戒律很重要。为什么他要跟我讲？每一次都跟我讲，难道真重要吗？ 就非常认真去思维这段事情。两个星期，我明白了，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，不能用世间法去看佛法，因为佛法是出世间法，是超越六道轮回、超越十法界的。世间法，我原先把它看作世间法一样。 啊，认为是世间普通生活规范。啊，世间三代的礼都有新格。啊，换句说，夏商周的礼，啊，都经过修订。啊，还是用的留到，不是用的重新再定。啊，现在国家宪法，你看过个三五年不是？ 条文很多不适合的就要修仙，啊，那么佛家的戒律几千年没人敢修，一个字也不敢动。什么原因？它是除世间法，你照这个法就是，你能够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。你要把它修变动的时候，你就出不了六道，出不了十法界了。我想通这一点。 啊，这自己认真反省的，两个多星期想通了，明白了。哦，戒律，一个字都不能更。懂。我承认了，这才找戒律的书来看，以前根本不看啊，我才感激张家大师，用这种善巧方便，这样苦心让我认识戒律。 让我肯定戒律，不再轻视戒律。啊，那我想学没地方学，没人教我。啊，我自己想研究，没有这个缘分。我学佛很可怜呐、啊，受了戒之后，在寺里头，我出家这个道场，住了一年。 说了一年不行呢、啊，学东西少了。啊，我跟常住请假，老和尚请假，到台中，我说我再去学两两三年。啊，过年我回来，老和尚生,生日我回来，其他的时间我在台中学习。啊，老和尚也答应了，那不是真答应。 我离开之后了，啊，老和尚生日，我回来祝寿。你们出去的人还想回来啊？我听到这句话，我就了解了，我回不了寺庙了。啊，别的寺庙，别的寺庙不收我，啊，说我是四宝的。 土地，啊，四宝，他们叫黎秉南老就是叫四宝，啊，四宝的学，这个土地跟我们不是一类的，把我看作异类，逼着我没办法了，就到处流浪啊，啊，就走出了台湾，走遍了全世界。 啊，不是我要走啊，不是我喜欢走啊，我是逼着没地方去啊，走投无路啊。啊，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我，也没有人送钱给我。我想买个小房子住下来，自己用功的时候都不可能的。啊，我不主动问人要钱。 啊，所以哪个地方要钱就到哪里去，去讲经，讲完了就回来。那讲经呢，听别人别人喜欢这个就给他讲这个，喜欢那个就给他讲那个，讲了几十部经典呢，过的是这个生活，但是也有好处，增光见闻。 啊，看得多、啊，走得多，看得多啊！啊，没有想到啊，啊，跟国外的这些宗教联系上了啊，都是一些缘分，也没有想到最后还走到联合国去了啊！没有学位呀、啊，就初中毕业了。 大学送博士给我，啊，我三个大学三个博士学位。啊，早年在台湾，我教过五年。文化学院，现在是文化大学，最早是文化学院，我在那教了五年。 五年是兼任教授，不是正式的啊。兼任教授啊，那么但是这个资历呢，到以后被人家承认了啊，所以在国外的大学聘请我做教授啊。其实我初中毕业了。 高中只念了半年的，这我的学历也。啊，喜欢读书，读的很杂，读的很多。啊，语言书神。啊，这个语言不是任何人能够具具有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 祖宗安排的，三宝加持的，绝不是人力能做得到的。啊，我自己清楚。啊，所以我的希望就在下一代，下一代要真干，要真正听话，要真正有决心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 去争取啊！任何人都是成功啊！不认识字，年龄大了，超过四十岁不行了，来不及了啊！那走哪个路呢？走高路匠的路子，走修无师的路子啊！这一生虽然苦。 来生上品上升所以我们遇到真念佛人，他什么都不懂，真的不认识字。啊，你跟他接触，你看他满面笑容，没有一丝毫。 猜疑，真正是老实、慈悲，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，问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跟他讲什么话，他都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也不知道他听见没有听见，反正他就对你是一句一句阿弥陀佛。这种人讲的往生，通通都是上辈往生。 啊！不要小看他。啊，一般人都嫌弃他、不理他，那是真正的菩萨。啊，如果道场碰到有这几个人，要真正恭敬他，那是道场之福。啊，谁在护持保佑道场，就是那几个人。啊，千万不可以轻慢呐、啊！ 啊，我们是在享福啊，他是在修福啊，他修的福是我们来享啊，他不享啊。啊，必须要看清楚啊，看明白。那下面。 这个破和和僧，我们学过了。下面是爆发产体，啊，二种禅体之一。禅体是梵语，意思是没有善根，断善根的人，啊，是右越断善禅体，啊，禅体梵语一禅体，不成佛之人。 啊，这种人学佛不能成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谤回谤大成。回谤圣贤，是以回谤大臣而断善根，啊，断善巧，故不可成佛。啊，像提婆达多就是一个标准。 啊，是个标准的遗产体。那么，二种产体，第一种，是善根之产体，此先天的、本来之产体。啊，那么这种人，我们知道，多半都是从三窝道来的，带着三窝道的习气。 他没有善根，啊，他不喜欢善法，学我很容易学会，我、哦、不做啊，善法他不相信，他不能接受，啊，这是先天。 啊，那么第二种呢，有方便禅体，这禅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它是菩萨在来的，菩萨为化度众生，以方便假为禅体，他是来表演的，来演戏的。啊，谁是的呢？给助手，提婆达多就是的。 提婆达多在地狱，真在地狱，不是假的。世尊告诉我们，虽然他在地狱，他在地狱里面的享受跟忉利天一样，都享福啊。那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这个团体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 提婆达多也是大善知识在来的，他演这个角色演得很像，演得很逼真。法身菩萨再来呀！啊,啊，事先躲地狱，啊，让你们看坐卧的果报，啊，但是你不晓得。 没有人知道，只有佛知道。啊，他在地狱里面，跟在忉离天没有两样。啊，但是他在地狱，地狱里头最大的福报。啊，表演这些叫人，起这个心，做这种事，是多无间地狱。 表演给你看，啊，他是演员。台前是禅体一禅体，台后他是菩萨。啊，多不多？很多。那么，在中国家户喻晓的济公，啊，济公，你看疯疯癫癫。风风电电 啊，不守清规，不守戒律，啊，但是他行善，他能帮人治病，啊，他没有规矩，啊，出现在世间，那个世界，出家人过过都是守规矩，守规矩几乎是死在借条之下了。 这也是错误的啊！他来做一个表演，完全不熟。真正明白人觉悟了，戒律是活活泼泼的，不是死呆板的啊！所以一定要通达，开斋吃饭呐、啊。什么样的场合，灵活运用啊，你才能普度众生，利益众生。 该开不开，啊，许多人这个真正这一生得到的机会呀、啊，被你断掉了。啊，所以学东西，活学活用。啊，我过去在北京碰到一桩事情。 十几年前了，他将近二十年了。啊，在北京住国际饭店，我在国际饭店只住过一次。那个时候我在美国，我进入中国好像是用美国护照。 啊，在国际饭店，我下楼的时候，没有坐电梯，去从楼梯下来，遇到在纽约的一个居士徐居士，啊，苏家跟我通信，啊，楼梯上无意碰到了、啊，我说你在北京，他是，他在北京有生意，啊，是今天。 他的儿子娶媳妇，啊，大喜之日碰到我了。哎，他是，法师，你来的正好，啊，请你来给我们这个呃新、哎、人呢做证婚人。啊，他证婚人有一个请了陈思远，啊，好像是政协副主席，电影明星。 林黛的爸爸啊，如果年岁大的人还记得的话，林黛的父亲，林黛长得跟他爸爸样子很像啊，请了他一个，临时把我拉进去。我说哪些人呢、啊？我说今天，因为女方啊是日本人啊，他们儿子跟这个女孩子同学。 都在北大读书，这么认识的。啊，有日本驻中国大使，有很多日本的官员跟企业家，啊，中国官方代表也有不少，都是高阶层人士。啊，他把这个情形给我一说的时候，我就答应了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些人一生遇不着佛法，听不到一句佛法。 正文人好啊，会上台讲十分钟话了。那十分钟我就把佛法传给他们了，这个机会可不能失掉。啊，但他什么也没有预备，那天全是荤菜，我吃肉边菜啊。啊，我也陪他们喝一杯酒啊，坐在我旁边的是辽中凯的儿子，是辽成志。 啊，他坐在我旁边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你们是这样活泼的？”我是啊，没有拘束。”那我也可以学佛？对呀，你看那些人就说一下，佛法活活,活,活泼泼，不是死呆板的啊,啊。那那么今天这种盛会多难得了，啊，这是开源，这不叫破戒啊,啊，我要是。 认真那么样固执的话，这些人就跟他们接触机会就没有了。啊，尤其他们都喝酒，我陪他喝一杯。和尚也可以喝酒，可以，怎么不可以？只要不喝醉。那、啊、酒的戒就是如此，为什么要佛就把酒列入戒呢？酒醉乱性呐、啊。啊，李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，讲《礼记的时候。 《礼记》的注解郑康成，就郑玄，汉朝的大儒。啊，这个人，中国讲这三百杯这个典故就从他来的。啊，他学成之后回家，啊，老师带着同学十里长亭给他送行，每一个人敬他三杯酒，三百杯，三百杯酒喝下去之后。 小小的礼节都不是。人家有这个本事啊！所以李老师讲的这个，我们的酒量都像郑康臣一样，释迦牟尼佛就没有这一条街了啊！酒、就是折罪呀，前面四个是性罪啊，酒、就是防止你犯罪的啊！那我们自己。 没有学佛的时候，我还能够喝四两白酒啊，啊！我现在喝一两不会醉啊啊，绝不超过一两就一杯，啊，绝不超过一杯。我给这些人应酬，啊，这大家都快乐啊，啊所以你要能守得住，啊，酒醉乱性，那佛的面子就丢掉了。 啊，破坏佛教形象，这个不好。啊，总是分寸拿准。啊，我要帮助这些日本人，帮助这些中国这些高官。啊，让他们了解佛教，佛是什么？佛是教育。啊，十分钟讲话就可以介绍，简简单单,单。我学佛是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。 啊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才真正认识佛教，啊，佛教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最伟大的教育家。不要看错了，啊，但是今天佛佛教呢，他不研究经典了，他不走教育了，啊，他为死人服务了，它变成宗教了，啊，说清楚，说明白。 阿赖耶识就落了种子啊，他对于佛法就有个另外一个看法了啊，这是非常好的机缘呢、啊，不能失掉啊。所以人家说的，有的人知道这个事情是净空法师破解了啊，这随他说去。 啊，戒律不容易。啊，什么场合、什么地点、什么些人物，应该怎样去做？总而言总而言之，这句话要劝导众生认识佛教，明白佛教，了解佛教，对佛教产生信心。 啊，佛教是佛陀的教育。啊，中国人喜欢简单，能省的统统省了，成佛教。现在不行，要加两个字进去：佛陀教育。啊，我们在香港成立这个小机构——香港佛陀教育协会。 啊，我们在澳洲金钟学院啊，一般的这些机构都称为金钟学会，这个名词是夏联居老居士提出来的。我们认为这很现代化啊，修行的道场叫学会。 学习的道场，研究教理的道场叫学院。啊，所以我们在澳洲注册是金宗学院，啊，政府承认。啊，政府原来认为我们是宗教。两三年之后到我们这来视察，把我们定位是教育。但我们这不是宗教。 啊，这澳洲政府定位的啊，就我们帮助世界，所有宗教要回归教育。啊，我们已经回归了。啊，带头给他看到了。啊，回归教育，互相学习，宗教团结可以化解冲突。 会带给社会永久安定和平。啊，认真学习自己的经典，还要认真学习别人的经典。啊，求同存异，宗教就可以团结。 团结有理论的基础，这真团结啊！宗教可以互相在一起学习啊！我讲过天主教的玫瑰金，现在在天主教还流通啊！我讲过古兰经，没有障碍。 不亚于他们的传教士啊！他们听到欢喜啊！所以我提出世界宗教一家人呐、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这一家人要致力于世界和谐啊，要化解一切。 冲突啊，带给人家庭和谐、事业上和谐、社团的和谐、社会和谐、国家和谐、世界和谐啊，这是我们的工作啊，是我们的本分。 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。